三楼跟四楼，每一层楼都是可以使用，然后又上楼。 上楼了，我就慢慢开始跟我们做介绍哈。来，我们每一层楼的后面都有化妆室可以使用。来，我们各位跟先生，你们上了三楼之后，你们不知道有没有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？淡淡的香味。都闻到了哈。这个香味不是我偷插香水，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呢？是樟木的香。这些樟木的艺品雕刻完放在这边，总共放了10年的时间了。10年的时间，它有办法保持这一种香味，代表说我们都取最好的樟木下去做雕刻。我们这边雕刻的主题是什么？义正。 民俗的义正，一个非常长的阵头哦，这个一个长长阵头，它是龙头的，龙头的哦，前面这个阵头，它是龙头的，龙头凤尾，所以这个阵头不是叫头，在我们当地人还没有才看得到，这阵头叫做蜈蚣阵，哦啊，这蜈蚣阵呢，现在你们看到哦，非常的特别哦，上面是36个小朋友下去做。 下面有108个人下去抬，人手来帮忙做，哦，甚至一生都生几个，一生都生一二十个啦，哦，因为一生就分生非常非常的多，啊，多多少少会有一两个，他怕游戏，哦，比较难养，哦，就家里面的人就会把他送到这个庙里面，让他报名做这个蜈蚣阵，代表说现在生小孩子有没有，一生都生一个两个，哇，抱走的比抱小孩子的还要多，有没有？ 好，所以说这小孩子的照顾。哦，这东门洞门面，东门洞门面叫做什么？叫做三川哦。三川五门，什么叫做三川五门呢？你们可能有听过，可是不知道它的意思。来跟你们简单做介绍。以中间三扇门来讲的话，中间是不是有做两只？遇到这种三川五门的话，我最左边跟最右边，你可以进去。你是在中间三。对，要从右门这个地方，中间三扇门一定要从右门进去。哦，所以说使用这樟木，所以做雕刻。 好、哦，所以说这边我们前面有雕刻这些民族的义阵，来有2间房子，哦，这2间房子，你们有没有差距？哦，这个表达呢，这2间，哦，分哪3种人呢？第一个就是像当官的，啊，第3种就像这种一般百姓啊，或者说比较贫穷的这一种，哦，所以说这2间房子表达出我们早期。 好，请让你们发现，好，要带人哦，这个是咱家珠宝馆。
所以有你呀、啊。你给我。那我就你们造嘴呗。